大家好，我是和平正宗。那我在这边向大家宣布一件好消息哦。这次我突然想到一个新的系列是单卡通关。那我们这次使用单卡通关的队伍只有一个，我目前只有想到一个。那我们这边来想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这次有单卡通关系列，只有我们小叶主文字在带领当第一个先发手啊。用这次的活动来试一下吧。这一次，如果是小英雄本子的话，我这次每一次的单卡通关，基本上我都会带上不死力。这里。このまま復讐を始める。单卡通关系列，我应该会做蛮多集，因为我有很多角色都有练好练满，所以单卡通关系列我会做一段时间。在此，我也是最欣赏我对天花板这个爱。復習するわ。我れ。やった。たは。たは。見え。見えるよ。行くよ。見えじゃん。じゃ好打啊。見え。这什么技能？消えちゃう。たたたは。たたたたは。終わりだ。たや。たや。た見える。冷面蜘蛛很麻烦，不好打。これでおしまい。欸，我原本想说我可以，我原本可以不断扛了。復讐完了。好，那我们第一次单卡通关系列小叶子文字收工。那我们下一部影片会拍出。三名将的单卡夺冠哦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。